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4月3号，张医师线上课程。今天我们的主题还是实作教学和答疑。张医师，请您开始。那我们今天跟上周差不多，还是以基金会考核为主啊。那这些实作，我相信对大家在临床上会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就开始。2022年4月3日，实作教学与答疑。老师，我们在实作教学开始之前，首先播放原始点温热食谱影片。好，这个很好。好，那我们就这样开始吧。一。原始点温热食谱：香椿起司土豆饼、香椿盖浇饭。大家好。今天我来和大家分享香椿土豆饼。这个是土豆、起司、面粉、辣椒、纯牛奶、香椿。我们把香椿的这个头给它切掉，加点盐巴下去腌制一下，翻一下就好了。把这个红辣椒切成丝，然后跟香椿放在一起，跟这些腌制的盐巴下去翻一下。把这个腌制过的香椿和辣椒丝，然后过一下水，把过完水的香椿和辣椒丝过滤起来，放在容器里面备用。这个香椿丝和辣椒丝还是比较长，我们稍微给它剁一下。不用太细，这样子就可以了。整个土豆我们已经给它切成小块，然后蒸熟了。我们这会儿就把这些东西给它倒在一起了。这个土豆给它倒在香椿里面，加入牛奶，抓均匀。加入起司，抓均匀。加入面粉。加入点盐巴，把这个香椿饼给它捏好了，然后放在这盘子上，加点油。我们开始来煎这个香椿饼。煎的时候火不用太大。金黄色的这个香椿饼已经起来了，好，很漂亮的香椿饼，我们已经煎起来了。好，非常漂亮的香椿饼干，我们就制作完成了。各位学长，大家好。今天我来和大家分享香椿盖浇饭，辅助配料有辣椒面、白芝麻、花生米、香油。我们把这香椿的头切掉，用水给它冲洗干净，加入盐巴，给它抓均匀啊，抓到有水分出来，抓到这些杆软掉了，已经被我抓成这样子了。
切成末，炸过的花生给它碾成末。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剁成末的这个香椿给它下到水里面过一下水，把过完水的香椿末给它捞起来备用，把这个香椿末给它下到锅里面炒干，把辣椒面加下去，辣椒面吸入水分以后就不会焦掉。炒干了以后，我们加入白芝麻，加入花生，花生末，加入香油，拌均匀。这样子香辣可口的香椿酱盖饭我们就制作完成了。请老师点评。看起来就色香味俱全啊，很好吃的样子。好了，那这个以后把这些食谱都能够把每一道菜都能纳入我们原始点的食谱，相信很对一些重病患者会有很大的帮助。好，那就这样吧。二，实作教学，基金会手法考核。站太前面，我认为站这样，你注意哈，稍微有一个距离，然后这一手扶着，然后是弯腰，这个一定要打直，然后这个，那工具拿，那顶是什么顶呢？这样往下压，身体往下，不是用手，你看好，身体往前往下，这样就顶出来，然后你。这样力量就已经很扎实，然后再开始按。没有压迫感，然后这样就不用比来比去，你的姿势就固定了。你因为你顶进去了之后，拿起来也是这样放，然后就一定顶进去。如果我不只是放，我就是这样，这样叫放。顶，稍微往前往下压，这叫顶。那这样就可以做了。好，你再做一次。打直啊，你就是没有打直啊。我跟你讲，所以才会这样，才会力量跑掉。拳头松开，不要管了。拳头很紧。你就是拳头在使力。就是这样而已。也有进去的啊。对，往前啊，你就是刚刚膝盖弯弯的，你哦头在太下面没关系，你这里哦，然后这里把自己夹死，没有九十度，然后这里应该怎样？这里蹲下去，然后这里只是放下去而已，然后这样，拉啊，你看看这样是不是？这样是有，这样就有了，对不对？好很多，哇，好很多，但是还是就是有一点压力的感。记得哈，你身体哈不要往身体都是固定这样，然后这里一定要坐开来，所以你太往前了，那下盘往后拉出来，你就可以做出来啊，这样是不是比较好？这样好很多，有没有？你就是用身体沉下去，上半身都不能动，不能这样就可以了。对对对，这个动作不能，然后对了，这样就做出来了。第一个。你是这样，对，我教你这样，我这一脚这样，有没有？所以下盘在动，这样就错了，这样等于这个脚就抬起来，然后身体往下压，所以人家说你有压，当你这个脚这样，然后这里又撑开的时候，你就没有，这个只要这样，你记得，然后是下盘的力量跟上。一般我们都以前的志工都这样，都错。我只是这样放着，我就能做了。
啊，这样很轻松啊。嗯。然后这样，啊，每一点都很扎实啊。嗯，脊椎两侧它有压迫，对不对？就是有压的那种。好，你趴着。你这个哈，不要哎，对对对，对，下来哈，然后身体往前靠，可以往前靠，哎，啊，这样重心就可以稳，这样有没有？有哈，现在就比较稳啊，很扎实，很扎实哈。好，我知道你的问题，来，你这里高低肩了，为什么？你这里放松，哎，然后这样就都不出力了。整个都松下来了，啊，你嘿，手只是来回而已，不出力，这样就能做出来，可以吗？可以。现在就可以，你是因为这里用力，哎，硬硬邦邦，然后把这个力压在那里，所以有压的感觉。啊，这里放松了，你身体就均衡了。嗯。好，那这样就柔和。哦，很好啊。还有臀部是吗？臀部它做得很好，就是有点压了。然后我给你看，哎，够给嘿，那手迈出来，哎，只是来回，哎，啊，对对，姿势做出来就，不一样，就不一样，真的轻那个力道，你就差那么一点点，哦，不一样，真的。你看，还有间距，就是它，就是有的第二点、第三点开始有压的那个，一样。然后我告诉你，不是这样子，脚沉下去，然后。靠过去一样用靠身体靠过去，你就手就不用出力，那手只是来回，这样好，开始前后，哎，这样你会很轻松。记得脚沉下来，它就进去，它手是不用力的，真的不一样。哦，很就是肩部那个竖段，那个点没有，就是没有顶到。没有顶到，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说最好不要用坐姿，用跪姿直接这样顶。其实我对品龙的是这样，他因为他身材比较不是像我那么高了，那他做有些会不是很标准的姿势，但是。我被他按过，我知道他能解症，然后他的力量也不是像蛮力，就是他有顶到位置，所以他能解症，这是他的优点。所以一般我对别人可能会要求他的姿势，我对他应该是不会，按了他能解症，这样就可以。但是确实他的肩部延迟点没有发挥，我觉得这种是，哦，以前我们做这种好像。按不到那个真正顶到那个药的点，肩部延迟点这个竖段就是这样放下去就好，放下去，不要用这样顶，这样刚开始这样会很痛，放下去，然后这样就一定对，啊，只是来回，所以它这个是非常好做的，你只要懂，然后根本不用用什么力量，然后就可以做出来。那你做到哎，这里哎，你看骨头近端了，那你再转过来，好啊。刚刚你一开始就是这样做，所以我就不再示范。好，那另外你那个肩椎哈，肩椎我是教他们用弓箭步啦，现在用都改弓箭步。嗯，那弓箭步这一手扶着，那这一点就是我要的点。那这样，然后就身体还是转过去，哦，就像我们。其实有一点类似，如果不要那么复杂，就是干脆这样也可以按到，就是我们的臀部的按法。嗯，哦，那只是这样，然后这样推，是这样子啊，这样那也是左右，但是我比较喜欢就是这样，
弓箭步，然后按，然后两个垫脚尖，我直接在这里转，然后身体直接靠过去。我觉得这样更准，比我刚刚说的按臀部会更好按，就是两个都垫脚尖，所以这样力量会很深沉。也，那你要不要那么深，你就可以把手稍微提起来，提起来，那这样力量就不会。那如果要柔身，这个手放下去，所以控制身前。你那个头部做不出来，尤其枕骨下缘。你们知道他枕骨下缘怎么揉不出来吗？是哪里？他那个站姿。对，他没有蹲，所以就做不出来。然后我告诉你，你那个脚哈、哦，还要再站前面一点，在头部来啊。对对对，好、哦，然后这一脚好、哦、蹲下去，你没有蹲，你就直接蹭到后面去。然后你现在做，现在应该会不一样。啊，不用太大力，然后慢一点，稍微一点。你看，马上就说可以，所以问题是出在那个姿势的问题。非常好，啊，不是，蹲下来，你看，就差一个动作就卡死，然后他这个还不错、哦，你看，一般我们前面的人，包括明星都不是站这么好。为什么他这里是整个下来啊？这个绝对是用挺下去的力量。停，就都不要动。你们有没有注意他跟他有没有差别？有。对，这一个你们注意哈、哦，然后这个的幅度哈、哦，你们都看好。你下来再示范，对。你们有没有注意好？对，差别在哪里？他这里是挺起来，然后他的问题是，来屁股来给我，哎，有这样翘起来，有没有？他没有用下盘，这一个几乎目前做的最漂亮的，我认为应该是他哦。你看这个他是整个沉下去，对啊，他沉下来，他有个，所以他顶得很扎实啊。所以你们都不扎实，来屁股给我，嘿，这样，你们是这样，但他竟然懂这样，啊、哦，那因为他这一脚收回来，他就懂，所以他就能顶进去。所以他刚刚讲，他能顶深，你不能顶深。你好、哦，竟然有这种实力。来，我再严格要求一下，你站这里已经不对了，而且你身高也不算特别矮，你还是站后一点、哦、然后我再教你，你这个扶着、哦、然后这个靠过去，然后这样超过90度，对不对？嗯、然后往前往外靠，那往外靠的时候，这一腿自然就撇出来，然后你根本不用出力，你这样已经有力了，啊、哦。然后这样来回就好，只要这样来回，啊，很轻松，你看这样就做出来。颈椎你是用坐姿哦，好，那坐姿更好做了。其实你要用，那就是做高一点也没关系的，就是这样臀对臀也没关系。这里拿起来，然后顶进去，找到顶进去，然后就这样来回，不用做得很快。你就一个一个很扎实的按，什么叫顶啊？顶就是按，按的扎实，然后其他推的都不是问题，所以推就不用求快，就是很扎实啊，每一顶就是这样，应该会很舒服。这一脚不要故意，我有这样转过来，不是，他是自己。撇过去是因为你靠过去而撇过来的，哎，对对对，是这样来的，是自然的撇过来的。然后这一脚要稍微微蹲，啊，微蹲才能撇过去，哎，这样才能出来。对了，这样就比较像。他就是有点他有
压着，然后这样子，知道吗？哦，我知道。不灵活。你要先顶，顶，哎，顶好啊，然后开始按，嗯、哎，这样才会明确。嗯，这样有一点。你之所以会做不出来，还有一个对这个都变形，这样可以吗？稍微好一点，就是它有点错有没有？好，可以的，可以，你就间接补考了。好，停，没关系，你就做你的，大家注意他的手。这样好，对，然后你肯定做不出来，因为它没有点，这种姿势一看就知道做不出来。你们有没有注意？大部分都是这样，这种幅度就好像平原。雅青，你在旁边看，你认为姿势呢？你有看出什么吗？有有。好，你说。虽然那个你是觉得说他臀部可以，可是臀部的姿势其实是不对。对，我这个我有看到。对。怎么不对？你说。因为他也没有靠，然后也没有真的下沉。对。他手其实是应该是他手的力量蛮大，所以他弥补过那个力量。就那个力量骗过你，你以为那个力量有进去，其实是手背。他臀部他那个点呢、啊，然后他的力道都有进去。如果好像如果不舒服或者怎么样，他如果他可以解症，可以解症。好，原始点最重要是解症，所以你姿势是很多不对，包括整骨下缘哈，你那个。也是像平原这样，有没有？是不是也是？对啊，那个也是没有顶进去，所以不够扎实。深层你是按不进去的。确实，就是他那个耳后第一点顶不进去，是因为它是斜的。对，我这个有指针，你拿的手法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对。你这样一定是没办法。他有顶到那个点，但是如果你想要解正他，就是进不去的那种。那总体我跟你讲哈，你应该要补考，就是最主要知识。请老师补充说明。好，这是之前基金会很多志工我们每个都经过考核，那从这里面都可以看出。大部分会犯错的都是这几个动作啊，比如说头部延时点额后啊，有时候站的脚就弯曲了，弯曲就没力。那有些是手啊，那个弯的太厉害，也没有力量啊。啊，枕骨下沿啊，那个姿势有些都身体往前倾，哦，是用压的。那事实上是要用下盘的力量，也就是腿要打弯，然后沉下去，把工具带下来。这也就是大部分人容易犯错的啊。那其他的部分哈，因为都有反复了，我就不再多说啊。这些影片，我相信很多在学延时点的人也很容易犯错，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反复参考，相信对各位啊手法一定会提升的。哎，好，那就补充到这里。顺便脖子。那个就做这些会痛点那样的。现在比较不会，但是刚设定了，还有这种。对。
但是，好，点评。他这些帮我按那个耳后那边，比较力很比较硬，但是他有顶到。OK。然后他那个枕骨跟脖子，枕骨可以。枕骨可以。然后脖子最后一点，他还是用。因为它最后一点哦，你的手没有完全翻，你翻一半而已，只有这样，你这样推，你这次身上要这样，然后就出去，这样就轻松，对，只差一点点，啊，那个站姿还不错，也有改善，但不是站得很正，我稍微屁股帮你调一下，嗯，屁股会歪。然后他这一次的按耳后，很明显就是他不是就是压，然后就那个，他是直接顶进去以后直接抽的，所以比较硬。但是他有顶到。好，你再趴着，我看他，哎，松，不要处理、嗯，你这里可能处理才会这样。很紧就是你这里处理。然后比较硬。他以后你没有，就是没有下去的时候，然后就油的那种，然后就这样。他这样讲，我大概能体会了。嗯、第一个，你一定握得比较紧，你已经要用手出力去。那这里其实你不用出很大力，他只是这样。你看，我这样，还有一个弹性，有没有？你看我的前头、嗯、有没有？啊、嗯哦，就是有这种感觉。啊，你握紧的话，就是变这样。哦啊，所以他就会感觉你比较硬，哦，应该硬不硬是在这里，有没有？这里要放松。好，然后再来，他说你应该在这里哈、哦，记得整个松开，前头是松开，你摸我的前头来，我弄给你看，我是这样，有没有？这种感觉跟你的感觉有没有一样？不一样，所以你没有办法松。你看我这个，我是这样，我这样而已啊。啊，你干嘛？你一定要这样，好像一个公式，就插在这里啊。但是你别看这个，这个就是他是这样的，就是一进去就这样子，他没有就是进去，然后就这样子波动。对，我是。你是一进去马上就。我进去，嗯，然后我就是这样，我开始。哦、所以这样不会有压力。然后要加重再往前倾。啊，对，你要伸就往前啊，如果不、哦、不深层就不用再。我刚是一次就顶到。也不一定，也就是看啊，如果你要揉到深层，你可以说明我要再深一点啊，深一点不是手，也是身体往前往下压，啊，这样就可以压进去，所以是身体而非手。所以你的手正确标准就是我刚刚讲解的这样。好，有没有可以吗？没有，还没有。他的机器呢？你波动的时候，他也已经有改善了，就是之前又好一点，就是松了。但是他松呢，他力道没有进去，因为我为什么叫他就是深一点？可以深一点，因为我根本就是你还是、哦、你松的，但是你身体要顶进去，你不会顶。来，你之前有顶进去，你我送给你，我学你了。你第一个哈、哦，你一定是硬的，这样就有压力的。但我松哦，有没有？我松，那、啊、松要深层又怎么用呢？你看我身体有下去，有没有？那、啊、这样是不是没有给你压迫感？啊，然后再来，我放开来做，我前头放开，是不是整个就很柔了？对，对不对？对。我要的是你这个啊，你现在是怎样？你这里硬，之前呐、啊，现在他说有比较好，你是这样顶啊、哦，所以就感觉给人家压迫了。好，那现在你这里稍微松啊、哦，你也知道，啊，他叫你深层的时候，你没有这个动作。你没有的这个动作，了解吧？啊，我这个动作是来自于身体，而非手。我的手还依然是这样，有没有？我手都这样，然后我身体在调好，啊，然后再来这个深层就这样下去了。哦、再来一次。
还是没有，真的。他有一点力，就是有一点点力进去，就是扎深，有比较一点点，但是还是进不去，就是好最深的，你就是不能有压迫感，就是最深的。来，你最后不是压迫感的那种。我知道。我刚刚已经做给他看，他应该可以感觉得到。有啦，我是有保留一些力气。哦，最深的，你看能够把它压到最深。我告诉你，你这一手放松，啊，这样子就沉下去了。你这里卡死自己，这样有没有？第一点没有，第二点后来慢慢有一点。是不是我拍的那一下？是，对啊。就是你将他这只手就是放，因为他这一手很硬，他撑的，然后他只是我要松，然后这一手那么硬，他怎么下去？他没身体没有下去，没有，地点还没下去，没有。你再来一次，会了吧？你我告诉你，来，我表演给大家看。你那个毛病还真多，我都没有注意到你是这样。你看哦，你这一手。这样好，我要沉、啊、你沉这一手很硬，然后就硬在那里，然后这里怎么？你看哦，我要沉是整个身体下去，所以我这个手也是松的 啊这样整个身体才能下去。他这一手很有力的，但是这里又进不去啊，这里就没有力，因为你把它钉上来啊，你这里变成一个固定啊，你这里身体怎么下去？下不去的。这样就下去了，对，这样才能下去啊，所以你自己绑死自己啊。我这样讲你懂啊？原来你另外一手也有问题。好，那你再做，整个身体都是松的，记得，然后整个才能沉下去，对。好，这样呢？这样就有了。这样就有了。真的，我也感觉最后就比较像。请老师补充说明。哦，这个应该耳后最详细的，反复教。啊，那他的最大问题啊，另外一手常常扶着，哦，就一直用很强硬的力，然后另外一手。就沉不下去了，大家也看到，所以这些细节如果有时候没有注意，念了老半天还是没办法解证，好，那我这个因为影片已经充分的都把他的问题也都有说出来了，我就补充到这里。这一手扶着。然后往上提，这一手往下，这样做一个对抗，好，那找到了这个最低点，就是骨头凹陷处，如果不懂这三线，最前面这一条，到这里来，其实我习惯是用摸的啦，骨头这里有一个凹了，那这个凹绝对不可能在中间啦，所以你一定要靠到这里有一个骨盘。有没有？这里有一个骨盘，就这里有一个骨盘，这里凹，这里下面也凹，旁边也凹，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点。好，那这个点对的时候，工具拿好，一样握虚前，不要握实前，这样才能顶进去。顶进去就不会给人家感觉有压迫感，这样有没有？看我的手有没有？你有感觉了哈？我很有弹性啊，这样。然后它是上下，上下是用前头哦，前头不是这样啊，这个就不行了，有看到啊，前头跟我们按推头部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才是标准。第二点是这样，也是前头啊，第三点也是前头啊，好，第四点也是这样。有感觉哈？有。好，
那这样就不会顶死。然后再来这一条线，最后一个动作用腕骨，这里有一个骨头，你们自己摸摸看有没有，就是这个骨头。好，猜啊，哦，用最后这一个骨头，哦，我骨头在这里，腕骨一点点而已，这个要善用啊，这一个骨头还蛮好用的。好，顶进去，这个是左右，这种力量非常大，所以它其实也是解症，不是在舒缓哦。你们看好像我是在舒缓，啊，事实上那个力量很大，就直接进去了。指展怎么样？跟不亚于，不亚于，对不对？刚刚指头的身体，哦，你看，所以你看哦，你看我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力，但因为工具用得大，它自然那个力道就出来，所以就能解症。再深一点，身体顶进去，哎，对对对，身体往前，可以。啊，你的问题哈，他讲的没有错，但是你是可以解症，但如果万一遇到比较深层的，你是没办法。所以你自己的问题要知道，临床上可以做，但是如果当你做不出来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可能要叫别人来再按深层，那大概位置是没有问题。你还是太硬，来你按我来进去，哎，应该是对，要有弹性，再松一点，这个食指再松一点，不要出力，你那个食啊，对对对对对，这样就比较像，对，要不然你还是有那个硬硬的。我告诉你，你就是这样，我学你了。你进去的时候还是有这种感觉，啊，但是我要你的是这样，啊，所以食指是整个凹进去，你看，食指整个凹进去，来，你看看我这个食指整个凹进去，凹进去，啊，你是这样，没，我学你啊，你看你是这样。对啊，没有凹，因为大拇指去给它固定啊。对，那固定来，好，我固定给你看。我一样进去，有没有？啊，你是这样，你出力的，因为你要固定，你拇指也出力，这个也出力，所以你这变这样。对。啊，但是我是这样，我是这样。对。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差很多。比刚刚好，但是还是硬，有一点，你还是硬，你没办法松，你这个变形都可以，你就是你记得哈，你这个变形整个变形都没关系，就是不要感觉我一定要有一个形式，那连那个形式都可以化掉，哎，对对，就是这样啊，对，不要怀疑啊，收回去也没关系，不是在靠这个按的，你们都有已经下意识里面就是我一定要凸出来，我一定要把它固定，对，我一定要把它顶进去，对，都不是，我这个随时都可以变化，哎，都可以没有，有形的变无形的也没关系，来，你看哈，这个是有形，对，你们都想这样顶，很明显，但我是这样进去，没有了，对不对？对，我整个化掉了，这个才是松。要不然你永远都会有这样，这个力量就顶了。好，然后你看，哦，化掉了，化掉了，有没有？啊，但是我的手，你们再看，好像我还是握得很紧，事实上没有，我就化掉了，还是顶住。你看我好像还是顶住，啊，我就化掉了，有没有？我已经做到这么细，你应该看得清楚。再做一次，你是这样，对，啊，我化掉，我化掉，我化掉啊！这样我还是顶，我还是在揉，对不对？是啊，我没有跑啊！对对对，这样有比较化掉硬，但还是有一点硬，感觉得到，但是已经比刚刚好。再深一点，对，但不能给我有压迫感，对，这样有比较像一点，比刚刚好了。但你那个还是有那个微劲，那个硬的那个劲，你太久了，那个就是已经习惯这种硬的太久了。
哎，对，顶进来，再深一点，好，这样比刚刚好了。你那个力量呢？你大概力量差不多在这里而已啊。嗯，你是这样，我学你，就是还是不够力。哎，然后真正要我要的是这样，哦，还要进去一点，有没有？哦，你差那一股劲，你这里也是，你这样，你现在的力量差不多在这里，我会让你知道。啊，我要的是到颈正的时候可以到这样。哦，啊，这个就要顶进去，有没有？嗯。哦，这你少了这个劲，所以我说你要到深层颈正的时候，少了一个劲啊。你握着，照你刚刚你怎么做？好，然后你开始按，啊，好，来，然后你看看我跟他的位置有没有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差很多，对不对？位置也差，为什么？好像比较高了。对，我在这里，你在这里。好，那这个怎么找呢？这里的找法我上次已经讲过好多遍，就是这一条骨肉交接处。拇指侧面对不对？啊，到近端啊，就是我们腕骨这里啊，有没有？这是腕骨，腕骨上来一点点就是腕骨。刚刚你们在用的腕骨上来一点点，这里就差不多了。好，腕骨在这里，但这一点是在这里，腕骨在这里，骨头我们不能按嘛，所以一定是骨头上面嘛。啊，这里骨头嘛。啊，往上就在这里，哦，好，那这里就在骨肉交接处，怎么按呢？用食指工具，不是这样去顶，这样一定是错，是要这样哈，哦，有一个小撇波，就是这样哈，哦，然后往下拉，啊，这个就是了，这个一定是在，好，那这个一定就对了，所以刚刚启程在这里。一定是错，这里都错。你这样只要这样顶就错，一定是这样往下拨，一定这样顶。好，你再做一次。不是，你我教你了哈。你错在哪里呢？你应该先放上去，放上去之后，然后不要用力，手，你不要用力，你就可以感觉得到。好，来，然后你看看，哦，这样拨下来。哎，你用力了，所以你拨不下来。你放松，就是轻轻，不要用力，这样哈，哦，轻松，然后开始拨顶，好，这样就很简单，不是用什么力量。你第一点就错，你第一点还是要上去一点，靠着骨头，靠，哎，靠拨下来哈，哦，这样就不会跑掉。哎，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绝对不能揉骨头啊，又靠骨头，然后拨下来。哎，对，啊，这样你揉到骨头了，你在骨头再上去，哎，啊，这样，哎，对，我做一次给你看。你刚刚揉太上面，啊，会什么样感觉？我弄给你看，这样有没有？你这样就是骨头，但我要的是你放，哇。你这样有没有？我放在你骨头很轻，有没有？我说你不要出力，然后我就直接下来了，有没有？啊，你是直接就要靠，直接靠一定是很蛮力，好啊，一定是轻轻的靠拉，靠拉哦，哎，这样就进来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就不一样。就是你有感觉这个骨头，但我没有顶到骨头啊，又把皮稍微怎么样？稍微你看皮有一点拉下来那种感觉，有没有？沿着骨头拉下来，啊，这样就比较像。然后靠着骨头，哎，对对对对，轻轻一下，但是你已经离开骨头了。所以它是稍微离开骨头一点点而已，没有离开，就是沿着骨头旁边，哦，这样就有了。那很酸呢，非常酸，对吧？这一点非常酸的。
但是压骨头，这样你就压骨头太上面，这是太上面，哎，再下来一点点，不是再下来，它不能拉着我的皮，哎，啊，对对对，啊，这样比较像、嗯、你这样，但是你现在要多念哦，你那个位置还没有很准哦，因为我可以感觉得到。请教那个有几个点？那两个点而已，顶多两个点。啊，这样就像了。那个脚踝，哪一个模特？一般内踝为多，啊，脚外踝其实揉法一样哈、哦。我们一般是这样，哦，最好让患者啊躺也可以，好、哦、坐也可以。它大部分是这一个半圆圈，然后沿着骨旁，一般我们是。工具是用这样啊，顶进去，用这样，然后用这样，好，有感觉哈，然后用这样，我这样做给你们看，啊，这样，好，这里，好，这里我也是这样用，这是最常用的用法，好，我再从这里按给你们看，啊，这样，所以这个食指工具这里都特别重要，好。啊，有些人哦，要按到上面来，啊，这样才可以感觉，啊，但是光食指这个手法，我发现有一些人在深层按不进去，一定要用一个手，对，就直接顶进去。如果有些啦，啊，这样，这个可以揉很深，然后一样，这个手肘的工具不能用蛮力。也是身体靠进去，所以虽然它痛，但不至于它会感觉就是很不舒服的感觉。这个就那如果一个标准，如果不行，反正你找一个姿势这样按都可以，反正你只要按得到，了解我的意思吗？也就是教你们哈，很多人食指按不进去，他不能解症。一直以为可能他是患处体伤，很多都是这样啊。事实上，他不懂得把大工具拿出来，就是这个。我这样就可以做出来了。反正我只要拿到我要的角度就可以的，或是这样也可以呀、啊。有，对不对？有。我可以变化啊。这里哈、哦，只是让告诉你们要懂得用工具。啊，这里因为它是圆踝的，它是圆形，你不可能用这种，啊，所以你就，我这样也可以按啊，对不对？我都有按到嘛，哈、哦，都在骨旁嘛，啊，那这样就做出来。你看我这样也有，它在角度很好，那个角度对，真的很好。这个也是，啊、哦，到这里延伸点，这样也可以顶进去，有没有？就顺着他的，顺着他的骨头的那个骨头，啊，这样就可以做出来。外踝也是一样，我就不示范了啊。腕骨也可以，这里几个手法都可以。你看，腕骨就是我那个骨头，来看看有没有，师长有没有感觉的？有。腕骨我也常用，像我去台中啊、哦，处理一个患者，我就是用腕骨。因为食指他太用力，他不喜欢，啊，他刚刚好只有腕骨，他才能就是。可是我感觉那个这个最好，最稳定，我感觉啊。对啊，对。大公斤比较好。要我跟你讲，腰深要浅，这个我觉得比较好去那个捏拿。好。啊，不是每个都这样，因为你们都用蛮力。开始你们就好好两个这些搭配，大概可以用几个工具，我是让你们知道啊，位置你们自己啊、哦嗯、要找的精准一点，这样工具再用就能解症。对，身体要调，对，自己找位置，哎，对对对，还可以。轻一点，轻一点，老兄。好，可以，可以这样 ，OK。你看他这样手翻上来也可以，刚、嗯、好这个角度，这样很顺手。是很顺手，我也觉得你顺，我也很顺。啊，对对对，
你们现在在用网骨也是蛮流畅的，哎，对，哎，这样没有，这样是整个肉贴着，我没有看到你骨头。哎呦，这样，嗯，大概我知道，好，不用按到碗，你用手肘，你那个力道稍微轻，很温柔的，表层可以了，但深层可能没办法。啊、对，你要解症，你就把手肘拿出来啊，轻一点，轻一点，哎，可以，可以，不要出力，你其实已经够有力了，哎，轻一点，轻一点，好，可以，可以，好，那、啊、你找姿势，哎，沿着我骨盘，身体你要挑哈，可以，可以，尼采哈，你这一次最好。因为你以前都比较温柔，然后都比较表层，啊，这一次你手肘拿出来，刚好你攻击用得大，你就进去，可以按到很深层。对，用身体，这里身体顶进去，啊，对，这样就比较有力了，少了一个劲，就是我说的，你那个手就是稍微有顶进去那，哎，顶进去那种感觉，对。对，这样比刚刚好一点。好，反正你记得哈、哦，你现在这个哈、哦、当输网科，好、哦，这样你要解症很难。嗯，刚刚用手肘、啊，你用手肘。没有听到吗？其实你已经不错，但是到这里就你就开始变了，你都对，你那个前头要动啊，对对对啊，这样就没问题了。你没有顶，你是整个手臂贴着我的骨盘，对，这样才有顶。啊，对对对，这样有顶。这里哈、哦，按法哈、哦，我们原则上是以侧面，这样顶进去，顶进去，侧面拇指，侧面，这样这个应该很简单嘛。啊，如果比较严重一点，才用食指。但食指比较难揉，有些我这样你有感觉哈？比较没感觉。比较没感觉，它是这样。如果要哈，这样。这样有。这样。嗯。哦，要顶身，哦，要这样，有没有？嗯。要这样，啊，所以还是可以顶进去、嗯。啊，这样的力量比较大。像食指的话哈，到这里还是可以顶进去的。哦，我顶给各位看哈。但到这里好像空隙就更小，比较难顶进去，哦。但是你这样有进去吗？有，还是可以哈、哦。嗯，好，这样还有可以哈、哦嗯。这一般食指这种顶哦，这种工具比较深。那一般像这种，你看看，这样就比较力量小一点，对，比较柔和一点。所以食指是这样，那脚一样用这个、嗯。食指的工具直接顶进去，这样，啊，沿着骨缝，一定都是从缝了，两指的开端，哈、嗯哦，这个缝直接顶进去，啊、嗯哦，这样才可以。这个手跟脚都一样、嗯，所以只要我们揉一个就可以了。来，我弄给你看。有没有？有。啊，所以手腕还是要动。这样会。有。但是你手还要这样，这样才。这样一点。哎，不，哎，这样才能沿着骨盘。因为如果你拿这样，这样就顶不进去，嗯、一定要这样，好、哦、才在骨缝。好。其实你还是会按到我骨头，你一定要这样转。来，我按给你看哈，你大概我学你了，你这样顶进去了，所以你按在我的骨头了，好，那正确应该是怎么样呢？应该是这样，你看哈，我从这里有没有？我这样就不会按到你的骨头，有没有？有没有？这样啊，但是你的方向是这样啊，这样都碰到我的骨头，它应该是这样，
啊，你用这样，这样是不行的。啊，这样就有了。请老师补充说明。哦，这刚刚大家看到的哈、就是四肢。那四肢之前考核比较少考，但我发现我们的志工一样，常常还是会犯错，比如手肘的部位，手肘部位我是用食指法配合腕骨法，那刚刚大家也看到，那第一点它的找法，一定我刚刚有比，就是在骨旁，然后有一个凹处，那个凹处就是比较靠前沿，那一般患者是叉腰，那一手往上抬，一手往下压，这样才能够做出来。那刚刚影片也有示范，这个大家一定要多练习，所以如果没有考核，我也不知道，原来有些志工包括位置有时候也会跑掉，那手法也不是很正确。那另外最容易犯错应该是拇指，拇指那个就在腕骨那个附近，它是骨肉交接处。那一般我们的志工直接就从鱼际，就是拇指的那个肉很多的地方，就直接想顶进去，这样顶进去是不能解症的，一定是在拇指侧面，然后这个线一路画到腕骨近端这里，然后这个骨肉交界处，然后还要用工具就是食指法，然后轻轻贴着那个骨，然后再往下拨一点，然后直接就顶进去。这个动作我发现志工考核错的人比较多，刚刚影片也都有反复讲了。那另外脚踝的部分，事实上临床上我常常会遇到有些光用食指还是顶不进去，所以我常常也会用到手肘。那手肘大家只要沿着骨旁这样按，应该就可以做出来。所以很多为什么足底痛然后脚背痛很多人就做不出来，就是因为他不懂得把大工具拿来用。那至于脚背部跟手背部的原始点一定是在隐状肌，也就是两骨的骨缝里面。那一般拇指侧面按力道比较轻，如果不能解症，可以再用食指法来加强。好，那这个影片也就是四肢的考核我相信对临床上大家会有帮助。如果我不考核，像我们的志工有些都做了很多年结果有些还是做不出来，那这个影片可以提供给大家，在临床上我相信会有帮助的。好，那我点评到这里。三，志工答疑分享。提问一，我朋友王女士47岁，4年前中风，出发立即就医，针灸一月大有改善，因外地有脱不开的业务，未能继续治疗。后来后遗症为右半边脸麻木，右侧手臂三角肌、右腿肌肉僵硬，右手脚趾麻木，右手力不从心。网上您的有关视频和原始点医学上没有找到相关手法，请问应如何操作治疗？原始点初学者。台北团队回答：您与您的朋友
对原始点医学的观念并不清楚，建议您除了每周日上网看张医师对全球的直播教学之外，并且上原始点官网看原始点电子书及手法教学视频，才能自我操作与疗愈。任何疾病症状皆因体伤与热能不足引起，中风的主因是头部体伤与热能不足。首先必须避开侵入性及药物性的治疗方式，避免造成更严重的体伤及热能更加的不足。身体半边的麻木、僵硬、力不从心，其实都是头部体伤引起，必须按推头部原始点，耳后及枕骨，并长时间，最好24小时，对头部温敷。若能将头发理光，用姜粉泥涂抹整个头部，则效果更好。并根据症状辅以按推相对应的原始痛点，例如手臂三角肌的症状即按推肩部原始点，右腿的症状即按推臀部原始点，手指脚趾的症状即按推手背脚背的隐状肌原始点，按推后再以热源温直。中风患者能否复原最重要关键在于能否坚持勤做运动，若只靠按推与热源的补充则效果有限。平常除了保持良好的心态之外，应充分休息及坚持温热性饮食，生活环境应注意保暖舒适，勿受风寒。官网上有很多相关案例，您可以参考与学习。请老师补充说明。啊，这个志工回答的简洁扼要，确实所有的重点都有讲到了。那这个怎么处理？确实我们之前做了很多案例，那我相信对这位提问者会有很大的帮助。我没什么好补充的。OK， 这样。提问二，请问甲状腺结节可以温敷脖子吗？具体应该怎么操作才可以治好？台中团队回答，甲状腺结节是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原始点要处理的是症状，若无体力虚弱状况，对症的不适感或功能紊乱，应先按推相对应的原始点，有痛点温敷之。温敷可以使用姜粉泥、暖暖包、红豆袋、电毯、晒太阳等。若按推无法立即改善，应就近在患处结节周围找出各个压痛点按推，患处周围亦可以姜粉泥涂抹，然后配合按推，以提升局部的自愈力、修复力，辅以温敷患处。请老师补充说明。这个回答也是很到位。应该是如果再简短一点的回答就是，那个脖子是由枕骨下缘管的嘛。那我们枕骨下缘还有颈椎，这里大开关，一定要按推，然后找出痛点来。那按推它没有办法立即改善，才能在结节周围患处周围找出压痛点，再加强按推。那这个按推还可以配合姜粉泥，这个志工都有提到，那大概我就补充到这样。提问三，
请问为什么一个人会反复长肿瘤呢？我妈妈2013年长在甲状腺，良性。2015年长在手臂，良性。2017年长在右乳房加淋巴结，恶性。现在又发现脑也长了。我已经反复看了几遍您的直播视频，也看了一些过去的讲座，已经完全了解与接受原始点的理念、原理，也觉得并不复杂。身为初学者，对于体上痛点的位置、温敷的位置、推压的位置，还需要一些时间去理清。说明母亲的情况，希望您能够指导我如何处理，我可以边做边学，谢谢。母亲68岁，2017年确诊乳癌第三期，转移淋巴结多颗，手术后切除肿瘤及感染淋巴结，2018年尾完成化疗、电疗，直至今日。体力尚可以，如常行走、煮饭、吃喝、睡眠都可以。目前情况，视力受阻，被黑影阻挡，发现脑瘤1.5×1.9厘米。几十年来，头痛问题，膝盖痛，行动慢，怕冷。但是温热食物会头疼，请问我应该怎么处理？希望得到您的帮助。台北团队回答：一，疾病已衰老，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为反复长肿瘤，亦是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异常形态的肿瘤，非症状。故不是疾病，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是属果，也不是疾病的因，所以不是医疗的主要目标。二，原始点医学是通过观察症状来诊断与治疗，首先要辨病情轻重，通过观察有无体力虚弱的病症，若有即为重病，若无即为轻重症。患者目前虽说体力尚可，但行动迟缓，怕冷，且之前经手术及化疗、电疗，体质已经严重伤害，属轻微重病，建议仍应以热源为主，按推为辅。具体处理上，可先于体伤位置用温热水冲洗，或电热器持续温敷。等皮肤温暖，再稍微用力将姜粉或姜粉泥做大面积涂抹，至干掉为止。如此来回2到3遍，再用温热水冲洗后，以其他外热源，如电热吹风机、电热器、红豆袋等温敷。或不经温热水冲洗，直接用其他外热源温敷。温敷后再辅以按推原始痛点，若按推无法立即改善，应按推患处痛点及温敷患处，期间还要配合适当运动、充分休息及良好心态，如此才能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达到保命及疗愈疾病的目的。三，果不生果，视力、头痛及膝痛等病症与肿瘤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可先通过按推相对应至原始痛点头部、臀部，若有改善，则此疾病是他处体伤所致。若无法立即改善，则此疾病是患处体伤所致，
可在患处周围找出压痛点，患处痛点按推，再配合热源温敷原始点或患处来改善病症，或靠自己适量运动，如俯卧撑、一步两阶爬楼、头颈运动等来改善体伤。四，使温热性食物会头痛，有可能是头部有体伤，可通过按推头部原始点来改善，或是温热性食物药性太强烈，患者无法承受，要先减低浓度，以患者能接受为宜，使病情需要再酌量增加。请老师补充说明。啊，其实他志工的补充都不错了，但如果再简短一点，其实第三项啊，已经都把理论跟实际怎么操作都讲得很好。我们来看他第三项的回答，啊，往上页，上一页而已啊。对，果不生果，就是从果不生果这里来看，他的所有症状，啊，跟肿瘤没有因果关系。那不管是症状也好，肿瘤也好，它的因都是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所以看你是要处理是症状呢，还是要处理衰老的肿瘤呢，还是要找出相对的因，也就是原始痛点，相对应的原始痛点。那这个部分就要读者，你们提出问题来的时候要多看视频，就像今天手法，比如说头部应该怎么按，那脊椎应该怎么按，这些视频我相信对您的学习会有帮助的。那志工的回答也都蛮详细，那第三项应该怎么按推相对也都有提到，然后再配合热源，我相信对你母亲的症状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好，我就回答到这里。提问四，张医师您好，我父亲是小细胞肺癌，去年2月发现，经过一年漫长的化疗和胸部、头部放疗，去年春节前回到老家，每天躺床上就是肚子疼，长时间不大便，西医灌肠也不管用。去年10月份开始肚疼，然后长期大便不通，喝乳果糖也不管用。住院期间无意中接触到原始点，一次姜灌肠和姜粉灌肠大便就痛痛快快出来了，真是让人喜出望外，太感谢原始点，感谢张医师。现在我每天按志工嘱咐给他喝生姜汤，每天也上厕所，但是新问题出来了，每天去好几次厕所，而且老是半夜以后上，基本是隔两小时一趟大便，我发图给您。还有大便下坠感也是解不了，只要站起来就想上厕所，也不一定能有大便。另外还是肚子，在肚脐眼左上方有个硬块包，稍鼓起来就是那个硬块疼，疼是特别硬，翻身会移动，偶尔会拉扯的剧痛，按压原始点会好一些，敷上红动带也有效，就是坚持的时间不长。现在想求助您，用什么办法能让我父亲上厕所正常点？还有父亲一直没胃口，吃一点就不想吃了，口气也重，人也没精神，坐一会儿就腰椎困得坐不行了，走也走不了几步，就想躺着。
另外给他贴肚子，背上僵贴，也感觉不到热。是不是热量不足所致？感觉喝生姜汤吸收不好。咨询一下张医师，对我父亲的这种情况有什么好的办法吗？父亲求生欲非常强，身体底子也好，只要有一点点办法，家人都不愿放弃，求助给予支持，万分感谢。台中团队回答：一，综上所述，可看出患者热能严重不足，处理上应以热源及其他保健方法为主，按推为辅。二，感觉喝生姜汤吸收不好，可能是用量和熬煮的问题，请参考官网如何熬煮浓姜汤，并选用有机姜，令姜贴不透气，效果也不佳，最好使用姜粉泥涂抹按推，再配合其他热源温敷，请参考原始点官网张医师示范姜粉泥按推。三，腹部硬块疼痛及排便下坠感多属踏出体伤所致，应向按推相对应之原始痛点，辅以温敷原始点。若按推无法立即改善，应就近在患处、硬块周围找出各个压痛点按推。患处周围亦可以姜粉泥涂抹，然后配合按推，以提升局部的自愈力、修复力，辅以温敷患处。四，虽然走也走不了几步，但仍然需要循序渐进，在患者能承受的范围加强运动，让体力能逐渐好转，以利病情恢复。请老师补充说明。嗯，这志工回答得很详细，而且条理分明。我认为这样就蛮圆满了。好，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答复很好。提问五，你好，原始点小册子说煮姜汤最小要五碗水，请问如果只是煮50克做保健用途的话，也用五碗水，还是水只要盖过50克便可以？谢谢。台北团队回答：姜汤的关键在浓度，要浓缩至所加水量的1/3。浓姜汤与浓参汤主要是给予重病患者作为加强日常饮食的热源，以供身体之急需。姜汤的制作应遵照原始点医书所写的比例熬煮，才能达到补充内热能的目的。当重病患者身体完全康复后，所需热源只需从合理饮食中摄取，并加强运动即可。若要当作保健长期服用，可以改为淡姜汤或淡参汤或淡姜参汤，此时姜汤的制作就不一定要依比例去煮，只要熬煮后喝起来觉得舒服顺口即可，长久下来也会改善体质的。请老师补充说明。他这个是问姜汤的制作方法，那这里回答的已经很详细。那我的建议哈，像今天问的哈这些，比如说问淡姜汤，那这个回答就可以。那至于前面几个，我都还是想哈，如果读者啊，如果家里有些人有什么问题，最好还是要拍影片啊，比如说
硬结肿块啊，它是在哪里，然后痛你们是怎么按的，那为什么按的它效果啊持续时间没有很长啊，这些如果都能够拍影片再来对照的讲解，我相信应该会讲得更清楚。那还有上一个题目，还有就是患者啊，他本来大便不顺畅，那姜汤灌肠或姜粉灌肠之后他比较顺畅，那之后就会常常啊有下坠感或是想大便，这时候还是要内热源。那上面啊那个志工也有讲一定要再补充哦，外热炎涂姜粉泥，包括按推把痛点找出来，啊，这些都可以回答到患者的问题，只是感觉上都是啊这样一问一答，好像其他的人想学习，因为都没有视觉感，啊，所以如果能够啊把硬结肿块，然后怎么按推。那我们看，哎，手法是不是还有哪里要加强？那志工再来回答，啊，我相信这样对您的理解会更深刻一点。然后别人在听，我相信也会比较好，大家也可以学到。啊，所以我的建议是，啊，提问者如果能用一点心，因为现在手机蛮方便的。就把一些你们按推把它拍下来，然后把这些问题再传到基金会来问，那我们再来回答，这样整个看起来会更具体。好，我就对前面几个的回答虽然都很满意，但是也提醒如果读者能够再用心一点，也拍一些影片把它具体化，让大家有一个马上有一个视觉的感觉，我相信对大家的理解会更好。好，这个就我的感想了，说到这里，那我们继续看下面的问题。提问六，男，今年40岁，本人身体出现了耳鸣、胸闷、头晕等亚健康问题。刚接触了解原始点，经原始点按推3天，并结合温敷后并没有解症，尤其是耳鸣基本无变化，想请教张老师。台中团队回答，胸闷头晕属症的不适感多属他处提伤所致，耳鸣属症的功能紊乱或属他处体伤，或属患处体伤所致。若无体力虚弱，应先按推相对应上背部、头部之原始痛点，辅以温敷原始点。若按推无法立即改善，应就近在患处周围找出各个压痛点按推，患处周围亦可以将粉泥涂抹。然后配合按推，以提升局部的自愈力、修复力，辅以温敷患处。随着年长体衰，体内热能会越来越弱，除上述按推及热源外，其余保健之源，诸如适当运动、充分休息及良好心态等诸善源，需在生活中一一落实，才能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请老师补充说明。啊，这个问题也就是我刚刚讲的，虽然回答了，但这样的回答感觉就，我认为不一定回答得很好。理由就是很简单，提问者因为他说胸闷啊、耳鸣啊，那基本上耳鸣其实按推几乎没有效。那志工回答都是从理论上来回答，但就实际来看，如果你能拍出为什么按推没有效，到底是手法出了问题，如有没有手法出了问题，
如果你能拍出一个影片，那你比如说你是怎么按的啊，人家是怎么帮你按的，或是怎么样，那拍出来我们一看，我们就知道了，哦，可能手法不到位。那这时候一定要先求手法，如果你手法都按不好，那如何用手法来变出他处体相与幻处体相，哦，那这个都等于又落入到理论的讲法去了，哦，所以对你的病情也没有帮助。那确实耳鸣，我长期的观察就是多数他幻处体相的多了，哦，那如果也有耳鸣，哎，按几天之后，哦，你按到位温敷而慢慢改善，临床上也有这样的案例，哦，那如果你手法真的到位了，按对真的没有效，哦，那这个我的建议就是刚刚志工讲的，就是再加强温敷，哦，那只要热能够，哦，那个声音会慢慢变小，但患者心态上也要养成。那个耳鸣我很清楚，他大部分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叫得更大声，那如果你越在乎，那他就会让你睡眠受影响，哦，所以尽量在心态上就是接受他，哦，然后你睡你的，他叫他的，哦，如果能够这样，哦，把心胸打开，哦，然后对这件事情这样去理解，哦，不要耿耿于怀，你越在乎他叫得越大声，你不是情况更严重吗？所以不如就随他叫啊，你睡你的，哦，先这样啊，慢慢心态也养成，然后再慢慢加强热源的补充，我相信也可以改善，哦，我自己就有耳鸣过的经验，哦，当时候年轻的时候耳鸣蛮厉害，就是为了考中医，那考中医压力蛮大，有时候第一个长期读，就是早晚读，那因为睡眠也睡不好，那时候叫得特别大声，尤其到晚上，我就好像蝉在叫，那个很尖锐，但自己齁，那时候也知道自己考试将近，然后也不理这些了齁，那考完之后，然后再慢慢恢复正常的运动，然后压力也慢慢释怀了，哎，我发现耳鸣就开始有改善，刚开始当然还是一直叫，但一段时间几个月后，哎，那个声音就慢慢变小，所以我说如果是幻处体相，你心态调整，然后热能又补足，那个体相是可以修复，声音也可以变小，啊，心态上我认为是蛮重要，你越在乎，早期我刚开始有时候也很在乎，然后压力又大，然后发现也会影响睡眠，然后影响睡眠，耳鸣又加重，那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的建议是，耳鸣现在因为原始点已经算是蛮成熟了，手法一定要精准，一定有帮助，耳后，然后包括枕骨按，然后再加强热源。然后如果确定这样按完没有效，那就是幻处体相，一定要心态上来调整，然后再加强改善体质，那我的补充就这样，那也希望读者以后再问类似的问题，比如你怎么按的那些影片也可以传过来，因为我发现很多疾病好像大家都听懂，但是常常会犯到怎么样，手法又出了问题，好像你问的，我们第一个想法那就是在假设性，你的手法都没问题，那这样回答就可以了。那万一你真的手法有问题呢？那这些回答是不是有一些就不适用？比如每个，因为你手法不行，本来是他处体相的，每一个被你按完都变成幻处体相。那我们一直强调热源，
啊，事实上又不能解决，有时候是手法也有可能。啊，所以对于类似的问题，我就补充到这里。提问七，我2年前得了三叉神经疼，右边脸部疼痛起来，像针扎一样。在1年前到原始点工艺点调理后，症状得到了缓解。当时志工老师只按推了头颈、头部原始点就解症了。后来一次过一个月后又反弹了。反弹比第一次疼痛更加厉害，后来通过原始点中心又调理好了。以前只需要按推头部原始痛点就可以解症，后来按推头部原始点已经没有了任何效果，必须配合按推右边脸部患处痛点才有效果。在这一年的期间，三叉神经疼痛约5至6次，这次最严重，平均每隔5到10分钟就疼痛一次，晚上也是痛苦难堪，基本不能睡觉和工作生活。每天落实细节：一、按推，平均每天按推头部原始点2到3次，患处只要一疼痛就开始按推，因为疼痛时不按推就会非常疼痛，所以患处基本上每5到10分钟按推一次。现在患处疼痛时按推基本也解不了症了，每次疼痛时间约1到3分钟不等。二、热源，每天平均涂抹姜粉泥约4到6次，白天红豆袋温敷约6到8小时，晚上也用红豆袋温敷一整晚，右边脸部用取暖器温敷一整晚。三、运动，每天爬楼约50到60次，俯卧撑40到80个，头部拉筋操5分钟。四、以温热饮食为主。五、情绪症状非常严重时情绪不稳定，症状好一点就比较稳定。六、我38岁，男，体力好，没有体力虚弱，现在应该怎么办？这一次三叉神经疼痛已经快2个月了，每天用原始点调理，一天天加重，我现在应该怎么样调整？台北团队回答：没有体力虚弱，属轻重症，表示热能不足还未严重，应以按推为主，热源为辅。先前按推对应的头部原始点后有改善，故应是属他处体伤所致。按推后要再以热源温敷原始点。现在如此处理，症状却不见改善，最有可能出问题的是手法，其次才是热源。可以提供按推的视频以了解手法是否到位。患处不可按推，要避开患处，在其周围找痛点按推。患处痛点是小开关，此小开关必须在按推大开关无立即之效后才能使用，请老师补充说明。啊，这个志工回答的 很好，有把要点点到了。啊，就是应该要提供视频啦，你应该是按推出了问题，因为既然体力都很好，那就是表示轻重症。以按推为主，热源为辅嘛，那最有可能就真的是出在手法。那手法，你看痛多属他处体伤，那多属他处体伤，表示
你之前按推有效，可能他那个情况不严重哦，可能表层你按一按就能解症。那现在有些痛点如果在深层，你只有按以前的手法按到表层，那就不能解症啦。那你又误以为是患处，那按患处又没有效，那你几乎就无招了哦。然后再寻求一些热炎的补充，那个意义就不大，因为你体力那么好，看起来也不是热炎不足的问题，真的是体发出体香的问题居多了。所以我的看法，他以前是他出体香，现在会跑转换成患处体香，那几乎是几率几乎是没有的，我几乎很难相信是这样啊。然后除非你真的热人现在体力变得很差，有可能热人就影响体香。但你又说你现在年龄也很年轻，38岁，然后体力又好哦，那这在我看吧，确实应该还是他出体香的问题，痛多属他出体香嘛。那之所以不能解症，就是真正手法出了问题啊。你如果你能够再看看前面哦，我们那个志，包括我们志工，有时候要按深层，他们姿势站不对了哦，或是有时候另外一手扶着硬邦邦的，有时候也按不进去了哦，所以手法非常重要。所以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要提供你的视频，到底你是怎么按哦，从中再去找答案，我相信这样对你才会有帮助。好，这个问题我就补充到这里。张医师，我们今天志工答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接下来播放如何涂抹姜粉泥和姜粉泥的制作方法，因为有很多的学员都在询问，所以我们播放这两个视频。重病患者涂抹姜粉泥。重病患者在涂抹姜粉泥之前，要先把床温暖，周围也要有电热器温暖房间。姜粉泥最好现做现用，不要太烫，也不可太凉，保持姜粉泥温温热热的，不要太干，太干不好涂抹开来，患者会觉得不舒服，也不能太稀，太稀会有水水的感觉，患者没有贴服感也不太舒服。重病患者涂抹姜粉泥的动作一定要柔和贴服，但也要稍稍有点力道。抹到差不多快干的时候，力道稍微轻柔，把姜粉泥搓干爽就可以。整个涂抹过程动作不要太快。
摸干爽后，可以用吹风机，可以更干爽温热。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有些患者只搓一遍就觉得热，有些要搓两遍或者三遍才觉得热。不过，我们都要以患者能接受舒服最重要。姜粉泥制作法微波炉。我们现在来介绍姜粉泥的制作。那我们用最简易的方法，用微波炉制作。那么像我这边有好几个容器啊，不管是我们用这样小杯子的，或者你用调羹，比例都用1:5来做。我现在用这个杯子来做示范。我把姜粉稍微压一下，比较实，要不然下面会空空的。压好了这个，好，这个杯子的姜粉，这就是一，啊，我把这个一倒过来，好，这是一。那现在呢，我就装姜水，要1:5，所以我现在就用5杯的姜水，1杯、2杯、3杯、4杯、5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它搅拌均匀，要把这些颗粒都要拌均匀，不要有颗粒状。好，这样拌均匀以后，我们现在先用微波炉，我们先打1分钟。好，我们看一下啊。好，这1分钟以后，我们把它拌均匀，旁边会比较干的地方也是一样，再把它搅拌均匀。我们再继续再打1分钟。好，第二次的1分钟，我们打好，我们可以看得到旁边比较干了哈，那中间还是很多水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把旁边的跟中间的还要再把它拌均匀。这时候已经比较黏了。好，接下来我们拌得很均匀以后，把旁边的干的都拨到中间来。我们这样子再继续打30秒。为什么不要一次打1分钟呢？如果我们等一下打1分钟呢，它旁边会很快就很干。所以我们用30秒，30秒，我们还可以把它拌得很均匀。所以我们现在后面的我们就先打30秒。好，我们现在看现在打出来的就是这样，就更干了。那我们把它再拌一下，这时候旁边比较硬了哈，然后中间呢还是有很多水，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旁边的跟中间的这些颗粒都把它均匀的再和一和。好，这样子我们就差不多再打一次30秒。好，看了这个干度就是差不多是我们要的了，所以我们打了2次的1分钟，然后2次的30秒。那基本上后面的30秒我们可以自己决定，像我现在这样子它还是有点湿，好，这种情况，那我大概还可以再打个20秒。好，这样推的时候已经有点阻力了，很干了，这就是我们要的。现在打出来呢就非常的热，要让它凉一下。但是微波炉打出来的姜泥呢现做现用，如果过一下子它就会变成很干。好，这就是我们刚刚微波打出来的姜粉泥，很方便。然后这样子的湿度粘度在涂抹上呢，它刚好是最容易吸收又最容易推开。我来示范给大家看，这样子的湿度粘度还有温度刚刚好，在这边这样揉搓，这样把它推开，完全吸收，而且连一点渣都没有。所以我们放在背上啦，放在任何我们的患处，就是这样用力把它推开，用力推。
完全吸收进去。刚才示范的姜粉泥是用在涂抹、按推皮肤上面。如果是惯常用的姜粉泥呢，就要比较稀一点。姜粉和姜汤或者水的比率呢，就从1:5到1:7左右，这是体积比。那么如果是重量比的话呢，就是1:10到1:12。如果我们是用5克姜粉制作的姜粉泥，加热的时间大概1到2分钟，就加热到比较稀的糊状。这个比例供大家参考，因为每一台微波炉的功率也不一样，时间比例给各位参考。不过姜粉泥的制作呢，以干姜粉煮烂熟透没有颗粒为原则。如果姜粉泥2天没有用完，要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使用的时候再加热就可以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结束了，我们下个礼拜见。好，再见。好，谢谢老师，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